各位晚上好，又回来见面了，吉林法乐园。今天的主题还在出家国王的传奇故事第21集，小主题是市长自首。要听之前，首先跟各位复习提醒，我们生而为人的目的是为了修行证得涅槃，为了修波罗蜜累积功德，所以每一天各位要精进努力修行，让自己能赶快证得佛法，体悟到内在的佛法，这样的话才值得这一世生而为人。今天在泰国也有示威活动呼吁公正。公正，其实法圣师父讲说呢，真正的公平公正是因果报应，因果自律而已想要处在公正的社会呢，唯一的地方就是法的究竟。法的究竟才会公正否则的话没有真正公正公平对待的社会的，各位都会有多多少少的对某一些人有特别的利益，小利益大利益都有，各位。所以呢，我们在人间要知道，人间是用来修波罗蜜的地方，不是用来享乐啊。要赶快天天布施持戒静坐，尤其是修行这方面呢，要赶快证得法身。好，我们来听一点佛法。市长自首。祖师所教导的这句话，ศูนย์กลางกาย ฐานที่ 7. ศูนย์กลางกาย的意思是体内中心，ฐาน来自巴利文ฐานะ，意思是处，ที่ 7是第七，总意思是体内第七中心处，这里是我们心的安住处，也是生死睡醒的地方。最重要，这里是向往涅槃的地方，我们人生的目标藏在这儿，也是成功与快乐的泉源。假如希望自己成功和快乐，各位要常常意念体内第七中心处，让自己前生前世包括今世的所修的功德有机会回报。这个修行方法是佛陀时代诸佛诸圣人用来成佛成道的方法，只是怕蒙坤帖摩尼祖师重新发现回来教导我们而已。这个修行方法就传承到法圣师父时代，法圣师父目前还健在，也正在关心各位的修行，希望各位能早一点体悟到内在的佛法，证得法身。所以我们先向祖师跟法圣师父顶礼感恩，感恩祖师跟法圣师父教导我们修行静坐。感恩感恩。法圣师父在十多年前有开过梦中梦幼儿园学校，我们吉林法乐园节目只是借用师父开示过的内容来给各位补充解释而已。佛法虽然深奥，但容易证得。初步修行，各位不能动脑，不能研究分析什么。要学幼儿园的方式，简单、轻松、舒服的宁静在体内第七中心处。当各位的修行境界，幼儿园毕业后，马上获得博士学位，能学习佛教里深奥的法。证得法身后，要修内观，就欢迎到泰国来找法圣师父。佛教可以比喻成这个木片，最外围是仪式跟文化。当佛教传入了哪个国家，就会入境随俗，仪式跟文化可能会变，
但内层理论实践跟验证总不会变的，就是佛教的整体扣扣相关。我们要分清楚哪一块是哪一块，然后把重点摆在修行上。时间有限，要赶快验证佛法，证得法身。复习昨晚的课一点点哦。为了国安的紧急性，这位大臣要赶紧处理此问题，分派遣送出许多属下到当地卧底巡查，收集讯息和情报。不久之后，军事中央部门发来紧急诏令，调派这位大臣快速返回国都。此时国王已下令委任太子代表国王亲自前往该城市平息此次的动乱，安良除暴，抚慰民心。这位大臣之所以被应召回国都，目的在于与太子共事，合力处理此案件，并在前往该城市的路途上护卫太子。当这位大臣回到国都后，见过诸大臣官员和数位高层军官，同时也觐见了太子。这位大臣之所以被选中来协助太子审理此次的案件，因为军事中央对该城市的高官、高层官员和军人有了一点不信任。按照种种情况看起来，他们像是涉嫌参与了此次的贪污事件。军事中央一向以来看好这位大臣的干才，这次让他负责此份工作，也给予特殊权力协调太子。但最大权力的人终究要由太子来审判案件。当这位大臣和太子相见时，双方都感到很开心，此次机缘又让两个相熟悉的人一起共事，而且双方也很欣赏彼此的办事能力与才智。为了国家的安宁，他们两人都想尽快解决该城市居民与官方的问题。经过一番商议后，事不宜迟地赶往案发地区处理问题。当太子和这位大臣抵达这个位处西北与邻国相近的边境城市后，立刻展开侦查真相的策略。第一个解决问题的策略，由这位大臣招来在他回国都之前所派遣出去当卧底的下属，让他们呈报巡查居民受苦真相后所有的情报，然后处理解决居民心中不满的怨气与抗议。审理的官员分发农业土地时欠缺公正的行为，太子和这位大臣分工合作，太子的审查程序是温和规劝式，以宽柔心观、以宽柔心怀进行查问，并劝导他们改过自新。相反的，这位大臣负责对付强硬派，将严厉拷问哪些涉嫌的高阶官员，
必要时动以刑罚来逼供。让那些证据确凿的死硬派高官坦诚认罪接受处罚。这个图好玩啊，你说不说啊？案件的侦查与审判结束后，太子和这位大臣依据各种罪证来看，这个大案例所牵涉的范围广大，问题非常复杂，可说是有史以来最大的贪污案例。其中涉及到该城市许多高官人员，其他城市也有了同样模式的贪污。祸害最为严重的是此案例也牵连到国都里一些高层官员啊。昨晚到这里 今天市长自首被抓了。市长先跟各位强调，出家国王的传奇故事属于法圣师父梦中梦的知识，请大家开开心心的听，听成传奇故事就够了，不要怪白普法师。案件的真相终于被揭开了。太子下令逮捕跟此案件相关的高层官员，一一按照他们的罪行给予惩罚。善有善报，恶有恶报，各位大德，这就是公正。总有一天就会受恶报，或者是会获得善报等等等等。此外也继续审查，要找出更多其他共犯的罪人。很认真啊，太子。当时还未追查到市长，但侦查罪犯的线索已步步向他逼近，让他日渐紧张，终日坐立不安起来了。终日就是全天整天坐立不安。加上他看到太子那么认真的进行侦查，想来自己已走到了末路，预计今次难逃一死。期盼着如果先认罪的话，死罪就可以得到宽恕而减刑。于是他去自首，承认犯下了贪污罪。终于市长就自首坦白自己呢犯了罪，贪污了。案件的开端是国都里的高层官员为了搜刮民财，这句话也很清楚，搜刮好像刮胡刀刮一下，好像刀子刮，不是普通的搜钱方法，搜刮民财，向各个城市的市长下达指令，公开发放新的农业土地给居民，税金也预先并合在要出售的土地价格里，把税金合并在里面了。市长知道，时间到了，我们先跟全球大众静坐抗议先。
夜晚的黑暗中也有星光，祸中也有福，障碍中也有机会。透过修行静坐，对世界现况和不正常的生活感到心烦的这颗心，也能体会到快乐。所以现在开始，请大家一起闭上眼睛静坐，轻轻地闭上眼睛，眼睛微张，舒舒服服地闭上眼睛，放松整个身体的肌肉，让自己感到舒服，没有任何部位绷紧，放松全身的肌肉，整个身体从脸部、头部、颈部、肩膀，直到手指尖，让身体的两侧都感到放松，双腿直到脚趾头，全身舒畅，保持内心的清爽、开朗、清静、透明，没有担忧什么，不管任何事情都放下不理，放下万缘，不管世界现况是怎样，把伤害我们心的那些事都忘记掉。现在是和平的时刻，是我们能送给自己的礼物。方法很简单，把平常到处跑的心接引回归体内，想象自己身体是空的，没有任何内脏，就像宽阔空旷的地方，接引心回来安住在体内，把心轻松的安放，大概安住在肚子的中心，或哪里舒服，就放在哪里，让心轻松舒服地安住在身体的中央处，如同羽毛慢慢地飘落水面上，不让水面上产生波纹，让自己连
绪的感觉，心已回归体内，轻松地安住在体内了。我们可以轻松地意念自己熟悉的画面，比如太阳、月亮或天上的星星。内心只有那个画面，心才不会回去想，去担心其他的东西。轻松舒服地维持在那个画面。如果这个意念不舒服，就重新开始，或者意念了，却回去想别事，我们就简单舒舒服服的重新开始。我们也可以在心中轻轻地默念萨玛阿拉哼，萨玛阿拉哼，萨玛阿拉哼，萨玛是正是善的意思，阿拉哼是远离让人生受苦的那些不清净的东西。萨玛阿拉哼即是净化心的正确法，让心正得人人可得的最清净境地。我们要继续默念萨玛阿拉哼，让默念的声音从我们身体的中央处慢慢地散发出去，心才能专注在我们所观想的画面和默念的声音。当我们天天不停地练习，我们会神奇地发现自己也能让心止定。虽然只是小片段的时刻，每天继续做，直到自己能自然地做到。如同吸气吐气一样，不用动脑也能呼吸，我们就能训练让心远离一切污垢，让心清净透明。清净透明的这颗心
能连接内在的清净能量，防护体外所有不清净的东西。清净的心将让我们想好事，说好话，做好事。这是现在人类所缺乏的，就等于我们正在帮忙保护世界。全世界各地静坐所产生的清净气息将散发出去，保护地球，维持宁静在清净中。它在我们体内慢慢的产生，默念Samma Arahang, Samma Arahang, Samma Arahang。 体会到自己体内清净能量的来源，就可以开始想象内在清净的能量朝四面八方慢慢地扩大。清净的意念使清净的能量是一颗透明的球慢慢地扩大，笼罩的我们身体，再从我们身体扩大覆盖到家人、邻居和全球人类，无论是任何人，我们都把善意和清净的能量传送给他们，把充满着爱和关心
传递给每个人。愿每个人都远离生命的危险，大苦化为小苦，小苦就能脱离痛苦，少乐变成大乐，已经很快乐的人就更快乐。想象我们正在把善意传递给全国人民、邻国、各国各地，无边无际的地方，让全球人类身心快乐，互相同情了解，无担忧，无压力，无烦闷和一切疾病，让此清净的能量回向给历代祖先、父母、亲戚朋友，不管已经往生还是活着的人，都愿他们快乐，具有心力，脱离痛苦、灾难、疾病、一切障碍，一切众生也愿他们快乐，脱离一切痛苦灾难。愿此清净的能量渗透人类和众生的身心，净化人类、众生和世界不清净的六界，如同我们正在净化这颗地球，让它透明如水晶或钻石，只剩下清净，脱离一切污垢。不论外在的新冠病毒或内在控制人心的贪嗔痴烦恼病毒，使人类互相误解、冲突、杀害、打仗等等，让世界转换进入戒律和道德高尚的新时代。人类心中的清净道德覆盖传送保护世界，使世界超脱不清净的一切。当我们的心已经平静快乐了，那现在请每一位慢慢的
张开眼睛。สัพเพพุทธาภะระปัตตาปัจเจกานันจะยังพลังอรหันตานันจะเตเชนระคังพันธามิสัพพโสสัพพุทธ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ธรรม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พพสังฆานุภาเวนะสัทธาโสทีภะวันตุเตสุยสีตาเจียจิ้งจัวคังอิตะกงเตอสาธุ师长知道一些贪婪的，等一下。师长知道一些贪婪的富翁要得到更多土地，就和他们联手起来，图谋霸占居民的土地。哦，师长，造了恶业哦，师长。师长先让富翁们派来的人订购一些农业土地。过后先售卖和分发农业土地给他们，剩下的土地才分给居民。这造成分配不合理，居民受到不公正的待遇，得到的土地面积少过之前官方人员的承诺。本来要得到20平方英亩，却给他10平方英亩等等，切一半。市长侵吞了居民的购买农业土地的订购金后，一部分送到国都里贪污的高层官员手中，另一部分中饱私囊，私自留下使用。所以知道了给居民10平方英亩，另一个10平方英亩就分两块，一块是送回国都给贪污的高层官员手中，钱，另一部分师长中饱私囊，放在口袋里，私自留下使用。师长此次愿意自首，向太子坦诚一切，而说出真相。主要原因是他做贼心虚，有所害怕，也想允当此次贪污案件的见证人，可能吗？自己贪污要当见证人，可以吗？我们来看，以便减轻罪性，因此公开所有涉嫌此中贪污案件的人，列出背后人物的名单。蛮有智慧哦，这位师长。太子从师长那里知道一切真相后，认为师长的自首并非出自真心悔过，而是害怕受到重罪的惩罚。太子更有智慧，因此否定了师长允当此次案件的见证人资格，仍旧下令逮捕市长，归案领罪。不过考虑到市长提供了涉案人的名单，有利于追查逮捕所有涉案的贪钱的富翁与合伙人，只下令逮捕市长一个人。慈悲的饶恕他的家人免受株连的死罪。其实按照那个时代的宪法，贪污是对国王不忠诚的行为，
属于严重罪行，将被判处死刑，也会株连七代。可怜了、哦、亲戚们家人都没有关系啊，都被株连七代。不过太子慈悲啊，就没有判这种死刑株连七代。太子清楚了解所有真相后，重新公正的分发农业土地给居民，此时该城市的动乱总算平息了下来。不过还没完全解决的问题，太子继续详细审查后，发现贪钱的富翁所雇用来订购农业土地的人，竟然有外来不属于本国的人，他们是从相邻的国家过来的。哦，这就有一点危险了，就牵涉到两国之间的国安问题啊。太子在审查中也获得深层真相，有力的证据，看到国都里的一些高层官员，他们真的涉嫌到此中大贪污事件。太子把所有证据交给中央部，继续追根究底的审查，势必捉拿到所有罪犯。嗯，应该这次的贪污事件呢、啊，就影响到全国了。不过事情会怎样呢？等明天再听啊，继续听。啊，佛教问答法的究竟，有一位观众问问题，祖师跟奶奶因为要降魔，所以没有入涅槃，目前是在兜率天修行，等待时机再来人间修波罗蜜，包含法圣大师父也将会如此。往生后选择去兜率天，然后再度降生度众，如此直到法的究竟。挂号，所有众生都入涅槃，善法性战胜恶法性，摩罗消失，不再有任何轮回，对吗？对了。不过这样回答可能就不清不楚，就补充解释一下。梦中梦幼儿园学校节目的格言 motto， 在十年前法圣师父开的梦中梦幼儿园学校呢，节目上有其中一个 motto 格言，讲说该累积的是功德，该寻找的是内在的三宝，生命的目标是法的究竟，路上的休息站是兜率天特殊功德区菩萨圈。祖师、詹老奶奶和法圣师父都有同样的愿力，即是度尽一切众生进入涅槃。由于在娑婆世界中轮回的众生数量庞大的无法估量，必须使用特殊的方式才能一次度尽一切众生，这方法就是降伏摩罗，灭尽属于恶法性的摩罗。如果把烦恼比喻成电流，众生如同接收电流的各家各户，一般上来说
用来度众的方法是教导每个众生自己除去心中的烦恼。这好比去到家家户户的门前，敲门告诉他们把家里的电灯关掉。此时家里虽是关了灯，但家外面的电源还在操作，没切断。发电厂也源源不断为家家户户供应电源。降魔的方法如同把发电厂彻底摧毁，截断电流输送到各家各户，这就是再也没有烦恼输送到一切众生的心里。一切众生可以在刹那间回归清净，无烦恼，这时候成就了法的究竟。跟祖师詹老奶奶和法圣师父的同一生命目标，同是向往法的究竟的人。圆寂后归天去，并且接往生到同一个地方，汇聚一处，准备在适当的时机一起降生人间，一起修波罗蜜。这汇聚处就是兜率天特殊功德区菩萨圈。我们来听一首歌，兜率天特殊功德区菩萨圈。假如有同一个生命目标，就会向往同一个地方。兜率天特殊功德区菩萨圈。今晚时间到了，祝福各位和家人一起诵准法轮经的功德，静坐抗议的功德，听闻佛法的功德。祝福各位和家人健康无病，远离新冠肺炎，茶圆滚滚，
修行进步正入法身，祝福各位和家人晚安，明晚见。蒙师发音为我们庇荫，万事求名利，多多发愿，生命中清凉甘霖点滴，百仙林帕蒙坤特穆尼，有生之年您的金科玉律，耳机萦绕如法音，指引迷津，勤俭功德自虚中永持，内在中心点邪灵精致，如此奉行无论作我占星，请在乎处处定，不求功德圆满一切显明，真正过脱魔障离魔障。蒙师发音为我们庇荫，万事求名利，多多发愿，生命中清凉甘霖点滴，百仙灵帕蒙坤特穆尼，有生之年您的金科玉律，耳机萦绕如法音，指引迷津，勤俭功德自虚无中永持，内在中心点邪灵精致，如此奉行无论作我占星，注定不求功德圆满一切显明，真正过脱魔障，啊，不愧已是生命导师，生老死万万世轮回也难找，找到了引路的法身法宝，拜谢你无上慈悲法义。拜谢你无上慈悲。